品牌有分个人品牌、公司品牌、甲国家的品牌。个人的信念甲坚持，塑造了个人的品牌，才当经营公司的品牌。而且国家品牌是由全体国人吼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打造出来，一个予世界各国的人拢认同的一种信赖甲价值。国家品牌建立上无容易。但成功的是，会当回头照顾公司品牌，创造无形的价值。同款的产品，同款的品质，无同款的国家所制造的，伊的价值、价格都无同款。新品牌甲老品牌，同款的产品，同款的品质，价值嘛无同款。所以只有坚持永续，坚持这个品牌打造，才当创造附加价值。爱取得原来客户的谅解，因为要说服因唔要转单，吼啊！咱对因的迄个支持是，互因知影讲咱是无改变，咱袂去抢伊人客，吼、哦。有新的产品，咱嘛继续去塞互伊，因为因若走，咱顶咱的资金来源就会出问题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点是真重要。第二点，生产模式的改变，由原来生产模式必须要去适应少量。都因为这个生产模式，采工量、交期、排程、库存，拢必须要去克服。第三点，资金的不足，只有会当靠原来产品吼的利润来支援品牌，吼，这是所遇到的挑战。哎，伟成公司参加两次的这个品牌计划，拢是配合政府的辅导计划完成，吼，提高伫国际展览会的这個能见度，啊，嘛当借着这个机会，找到想要找代理的人客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增加员工的向心力，以公司的品牌哈、哦、为公营。第三点，会当更加清楚拟定品牌的定位甲方向。